分手真的非常的感人。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人，我差点就哭了，好险我没有哭。对，那这是刚才第一首安可曲啊，我说溜嘴了吗？可能会有第二首，没有，就只有这一首安可曲而已。那我觉得我最后一定要请刚才一直背对着我的那个幕后推手那个吕老师上台跟我说几句话。今天他整天就是背对着观众，对不对？你可能他的长啊不应该都记得啦，对，所以我真的希望吕老师可不可以上台跟我们的观众，大家跟家长还是有嘉宾家长跟你说几句话。这一天真的辛苦你，可以请吕老师上台吗？那至于这个第二个安可曲，看吕老师有没有，我请吕老师。大家的光临啊，今天晚上第一次听到我讲话，都只有看到我的背影，所以我后来呢就非常不甘心的跑到前面跳一下舞。还可以干嘛？下次还要再跳？还要再干嘛？好，等明年。好，非常谢谢大家的莅临哈。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演奏最后一首曲子哈，当做尾声结束哈。那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大家国中管乐团还有这些同学们的爱护啊、哦、那一个音乐会 的举办呢需要很多的不管是人力物力、哦、甚至很多人投注很多的心血啊、哦、那更难得的是今天呢台上有大概三十几位同学是早上还在上课、哦、啊中午匆匆忙忙吃完便当就开始练习啊、哦、所以呢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相信呢，今天这个活动呢，希望能够让他们留下一个非常难得的记忆啊。好，那既然大家盛情的邀请啊，我们就不客气的厚着脸皮的演奏最后一首啊。它也是一个动画哈、啊，小朋友都喜欢动画，它一些动画歌曲叫做《残酷天使》，谢谢。
翻过去，两首都表演完了，掌声不要间断，掌声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因为我们今天于老师还有现场，来我们学弟学妹们，今天表演表现非常棒，多多的掌声就送给你们了。那我们真的没有了，真的真的就这样，口袋库存都已经掏出来了。那我要做结束之前，我想说备选的话想要跟大家说。即将要毕业的国三学弟妹们，如果还想继续吹管乐团，欢迎加入校友团，谢谢。直接找他就好了，直接找他就好了。这个学姐在这边，对校友团之前的那个团长，直接找他报名就好了。那你真的再一次好了，再一次的热烈的谢谢我们的于老师，还有直接管乐团所带来精彩的演出。